又整个大阪烧啊，烧得今日好靓，同埋咧有味噌汤，落咗呢个姜姜嘅。叮叮，大功告成。猪扒酱，跟住再落茶鱼粉、沈青粉、沙律酱，最后加埋呢个紫菜上个大阪烧度。最后加咧系因为惊佢咧啲紫菜咧会淋啊，俾啲蒸汽。耶！咁啊，除咗呢个大阪烧、味噌汤咧，仲有咧 J 摊买嘅竹前煮。仲有 mini 林整嗰个嘅烧骨，耶！点啊？呢个竹田煮，呢个萝卜，啊 OK 喎呢个，即系如果你系炆咁样咧，嗰个味好正喎。系咯 ，mini 林可能觉得啲味点啊？就唔知道你会唔会啊？唔会。我唔会啊。诶，呢个味噌汤好好味。系啊，嗯，系我哋而家。调教咗，因为人民之前你煮煮落得太多料，出面嗰啲咧就冇料，即系唔系免费咁解。咁啊，仲有咧，佢嗰个挂起嗰个咧，而家做到嗰个效果啦。之前攞得太多高汤咧，就落唔咗啊味噌，咁啊太咸。咁而家就收放翻，有好多。个笋就唔系冇筋嘅，但系都系好好入味。試下 mini 林你個骨 ，mini 林對自己冇信心嘅。我冇乜信心。好嘅啊，嗯，鹹咗啲，中飯又 OK 啊。有啲似我哋去嗰啲家住家便當或者係去大龍灣嗰啲急凍咗嘅懶人包嗰種味道啊。咁你第一次煮就算幾好啊。煮咗我哋唔需要再去嗰啲急凍嘅，呢個係豬肉嚟噶。雞。嗯，呢、這個雞嘅味道都唔錯。呢、這個幾美味，美味得嚟咧，佢同關東煮又有少少唔同。呢個竹田魚。啊，竹田啊喺九州啦。啊，如果真係竹田嘅話，通常豆汁佢在未做呢、這個關白，即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之前咧，佢就自稱自己係竹前手啦。實際上佢就自稱嘅時候，佢都未去過竹前。我好中意佢入邊嗰啲椰菜，甜甜，清甜嘅。今次咧，我特登咧，你想嗰啲煙肉炸咗啲油出嚟咧，咁今次咧就炸咗啲油出嚟。好清甜呢樣菜。唔得，佢又唔係硬。同埋大阪燒又好硬，錯失嘅，有好多補救嘅。咁所以尋常百世家，我見到好多人用日本鹌鹑喺屋企都會煙。呢個係筍嚟㗎。我試下呢個菇菇。我啲骨 OK。但咧食到啲椒咧，就覺真係覺得鹹咗啲啊！係咪？嗯，我個椒係乜嘢味都冇放啊！哦，係，但係因為佢陪襯品啊嘛。嗯，嗰啲醬落多咗，咩醬？豬喉醬加豆瓣醬。嗯，減少一半就差唔多。個面你望佢煮係㗎，因為我按照金好啊，我唔係，我係按照個視頻講嘅教佢做。但可能我的排骨少，個量少。嗯，佢又唔係過分鹹嘅，係略為鹹嘅，可能減三分一啦啲調味。但你又要知道個份量喎。係啊，我冇天分嘅呢樣嘢。總之我一到煮嘢嗰時候，我就係手忙腳亂，都唔知點噶啦。睇到人哋咧就有板有眼，一招一式咁啊，係嘛？輪到我自己我就咁呢啲問你自己唔好煮酸菜魚啊，算啦。嗯，啊，煮酸菜魚。佢睇完啦，老虎 uncle 做完之後就佢話：，誒，等我自己翻屋企都做下先，咁樣算啦，冇謂啦，或者係成功咁，成功咗先做事。我唔中意整酸菜魚，有一個咩原因咧？就係實在太多油啦。
最後用了淋撲油。是啊，就是他就要最後淋撲油下去，如果不淋撲油呢他就不好吃，但是他就不是，但是你一淋撲油哇那些油多到啊，因為他那些蒜啊、葱啊、嗰啲粉面，你如果冇嗰壳油，你系爆唔起噶嘛？即系你变咗你冇嗰壳油，你即系基本上就连啲葱蒜都唔使落噶啦。系啊，佢就要系靠嗰个滚油炸起嗰啲姜葱蒜、葱姜蒜，咁就再增加嗰种味道嘅升华。嗯，阿老虎 uncle 就可以毫不犹豫啦，咁抌落去，可能他心想，你們班友仔來我已經輕手了很多了，如果不是不過你吃好多東西都是的，你落了油都會吃。好像我最近剛剛剛才看那個明天會更好的日本婦女新知節目，他校正一個作爛蛋，即系我咪去中意整白蛋嘅。佢教嗰个白蛋系整到咧，好似个汤羹咁嘅个白蛋系。咁佢唔需要落任何本人添嘅嘢，纯粹就系蛋发搞，跟住落少少盐，差唔多啫。但系咧，佢三只蛋咧就落30克嘅牛油。30克咧就即系手指公咁噶啦，咁梗系好味啦！我真系濑两圈噶咋油，10克都唔知道有冇啊！咁你之后冇得啊，冇得玩喎，根本上你咁正，咁多牛油，咁所以就系成功就在于一系鸡粉，一系就牛油咯。有师傅嘅。